公元2110年1月1日，距离地球能源完全枯竭还有3650天。为了解决能源危机，人类制造了赛尔机器人和宇宙能源探索飞船赛尔号，去寻找传说中神秘精灵看守的无尽能源。赛小西等人不计前嫌救治了受伤的普尼，被救的普尼非常感动，不但道出仇恨机器人的原因，还将无尽能源赠予了赛尔号。但就在这时，无尽能源却被一个神秘的黑衣大盗抢走了。第34集，追踪黑衣大盗。报告船长，找到黑衣精灵了。哦，在什么地方？应该就在塔克星的附近。塔克星？塔克星据说已经被海盗霸占了。难道是海盗干的？船长，还等什么？我们赶紧去追吧。不，赛尔号目标太大，会被海盗发现，还是我一个人去吧。那可不行，不能让贾斯汀站长去。他已经很辛苦了，而且太空站更需要贾斯汀站长的保护，还是让我们去吧。对啊。哦，小西说的对，贾斯汀站长，你就留在太空站，让他们去吧。谢谢站长，保佑我成任务。等等我，船长。哦，哈哈哈哈，贾斯汀，我相信赛小西他们能够完成任务的。好吧。普尼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一直待在太空站上。谢谢你们，赛尔机器人，我也会保护你们的太空站的。哎，等等我！等等我！哎，哈姆雷特。嗯，嘿嘿，难道你是要跟我们一起去打海盗的吗？不是，我是来跟你们告别的，我想要回家了，毕竟我还是国王。好吧。哈姆雷特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以后要是遇到什么麻烦，就来哈姆星找我哈姆雷特。嗯，再见了。再见了。赛尔先锋小队全速追击黑衣大盗，目标塔克星。那个小偷怎么一下子就没影子了？会不会是我们搞错方向了？不会啊，我的追踪术可是一流的，没有什么破烂逃得过我的眼睛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是你们在跟踪我。哼，小偷，把无尽能源还给我们。对不起，我只是想借用一下，我现在非常需要它。呸！有你这样借东西的吗？啊！娘去！阿队长，一定要抢回来！看你的了！啊！啊！呀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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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哼！嘿嘿，我早就说过，没有人能躲得过我的斩月双刀。怎么了，阿杰达？是不是你的刀上有毒啊？我从来不干这种卑鄙的事情。你看他，好痛快！现在该轮到我痛快的教训你们了。不好，有杀气！邪恶计！哎呀！小偷，你讲不讲道理啊？偷了人家东西还这么猖狂，我们一起揍他！呀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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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不起，我。哎，他跑了！我们追！啊！老大，今天总算抓到一只精灵了。哎，个儿还挺大的。喂，你是谁呀？不服气呀？不服气就出来打我呀！有话好好说呀，我上有八十老母，下有三岁小孩，你放过我吧。对不起，我没有打伤你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真是个神经病，快给我抓回去。是。小偷被艾里逊抓走了，怎么办？难道海盗也要抢无尽能源？先过去看看。喂，把他关在这下面，不会逃出来吧？放心吧，老大，这可是整个塔克星最坚固的电基地牢。电基地牢，听上去不错呀。走，喝油去。谢谢老大。
晕过去了。米哥，喂，别装了，现在知道当小偷的下场了吧？看来得先把它弄出来，才能拿到无尽能源。可是这么坚固的牢房，怎么把它弄出来啊？你不是会撬锁的吗？我已经很久不干了。好吧，我试试。喂，你行不行啊？别急，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了。成功了。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这个门怎么会动啊？是谁敢逃跑？老大，你看，他变成机器人了。是低等机器人，今天真早运。这下全完了。塞尔号大电影四，2014年暑假，全国影院震撼上映。划过夜空一道光，绚丽星际天空城，传来宇宙的信息，航向霹雳银河系，满载希望和理想，寻找奇幻神秘地，勇闯浩瀚无际。